听说这次我们能够入围呢，是这个主办单位特别也检查过我们用的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顺利入围了。那有了得奖的肯定之后呢，这一次你还好吧？有了这次再次入围，又再次的又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肯定，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真的让评审团或很多数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哦，我们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在操作这样的一个。好看好玩，又热闹又有门道的美食节目，兴奋之情，我想这个只有一直不断压抑才行，因为它不适合喜形于色，因为这节目要每天跟大家朝夕相处的，我想我们还是把这样的动力让自己呢成为往前进的力量，高兴是绝对不在话下了，嗯，下一位。看到仙的，身上的仙，看仙哦，好仙哦，喂，天上的仙呢？这个曾经担心过，曾经这是我思考的重点，让这个节目其实菜色我们一直在变，师傅们呢，不要说什么阿基师，他一道这个麻婆豆腐的也可以有八种做法，其实他每都希望大家有不同的理解，然后呢，用大家以菜会友，做菜这个让阿基师自己来说，你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想。就用心做厨艺，用专业做调味，就这样子。那么做这个节目最尾巴的宗旨，就是要如何去满足每一张挑剔的嘴巴跟味蕾，我们就加油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平淡无奇，但也期待能够得奖，因为也唯有得奖才算是对于我们行男主厨所有的工作团队一个最佳的激励。嗯，啊，我们期待得奖。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我也期待我们陈哥，他这一次是连中大三元呐、啊，让他三个都得大奖。你冷静一点吧。我讲到你，我就不冷静了。我们都加油啊，我们都加安全的油。